抓紧时间了，喜欢的就看啊，马上就要收摊。啊！救命！救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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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地铁去，你开车去会场等我。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各位姐姐们，抓紧时间了，喜欢的就看啊，马上就要收摊。救命！救命！救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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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抓住他！抢劫！抓住他！抓住他！抢劫！谢谢你啊。是你的吧？啊，是我的。看看少点什么没有。哎，真是贼不走空啊。怎么了？小子把我手机顺走了。啊？你帮我追小偷，你自己手机丢了，我赔给你。算了算了，不用你赔了。要的要的。你就是刚才街边练摊卖假首饰那个，你这都哪儿进的货呀？仿的什么品牌啊？啊？这些都是真的，是我独家手工原创的。不信你看。咱不吹牛行吗？你这有注册商标吗？我说了要赔你手机的，你告诉我一下你的银行卡账号。好，我这个人最不爱欠人情了，都拿走吧，作为赔偿。得了，自己留着玩吧。喂，你拿着吧，你拿着吧，你拿着吧。哎，不用了，不用了。这些不是普通的饰品，样样都是孤品，你回去送女朋友嘛。你这人是不是很喜欢被人家追啊？本姑娘我还没有追过。哎，你等等我。董事长，哎，林总，怎么走那么急啊？林总，刚才打您电话怎么关机了？嗨，刚才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以后小心点，手机虽小，关联的事可大。嗨，完全是一个意外。那赶紧进去吧，好，别让他们等了。这是新品吧？嗯。哎，董事长，董事长来了，好啊，来来来，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大家都等您呢。是吗？在那边的，谢谢。各位，下面让我们有请东辰珠宝集团的董事长李卓然为我们讲话。好。各位，今天虽然是个庆典，但更是一个家宴。各位东辰的亲朋好友，欢迎你们。在过去的30年，东辰有一家僻静弄堂里的小铺子，成为今天中国首屈一指的珠宝公司。我们的成绩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我感谢你。说这最近30年，他亲身经历了事，还不是个在逃着的。
各位董事。呀，孟总监，这亮丽的风景线应该压台呀，怎么那么早出来了呢？邱董事，您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今天是东城30年的大日子，我哪压得了这场啊？能不能压得住场？我跟你说，你看，但是潇潇只要往哪一站，哪儿就是最亮丽的风景。对，潇潇，你今天来晚了，必须得罚酒啊。严董，这酒我能喝，但话我也得说明白。我今天可是从早上6点一直忙活到现在，您要非要让我把这酒喝完，也行。酒必须得喝，大家一块儿喝吗？行。来，敬各位董事。来。好酒量，好酒量，厉害！对了，晚宴后呢，我在小昆山订了温泉酒店，还请各位董事们可以赏脸光临，给潇潇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哦，李总，你们这公关总监哪儿找的？厉害呀，把公关都做到董事会里来。人家都这样说了，你们谁还能不去吗？对，这次并购计划能顺利完成，潇潇真是绝功之王。潇潇，你去吧。失陪一下，你们尽兴啊。好，各位慢慢喝。里面请。好，你先去忙吧。好。董事长，这位就是那位 IT 高手 Charlie。李先生，你好。Charlie 是吗？坐吧。问了吗？都说了，查理这边没问题。他说，通常用户的密码都比较简单。费用呢？狮子开口。你告诉他，钱不是问题，但是事成之后，要把嘴闭得紧紧的。林董，手机卡呢？给您办好了，号码还是老号码。老大，地铁治安挺好的。手机怎么还丢了？完全是遭遇了黑天鹅事件。哎，把这给我带回去。哦，放哪儿啊？扔我办公室里吧。好嘞。我刚才手机丢了，刚换了一新的。哦，没事，说正事儿。什么？老大，查到了，查理是个黑客，长期潜伏在国际这黑客组织里面。看来我分析的没错，他是要对我动手了。他想窃取您电脑里的资料。要想促成亚盛对东辰的收购，他必须得取得董事会里多数成员的支持。而这帮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哪边利益高，他们就倒向哪边。我明白了。如果一旦遗忘的指标下降的话，您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没了，也就没有人能制衡这李卓然了。老奸巨猾呀！老狐狸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老大，那我们现在下手吧，来个人赃并获。吆喝什么呢？我自己做的，特别好看。摆地摊的，看一看，好像卖假手似的吧？纯手工打造，绝对原创。是我亲手的，这个就特别好看，你试试看。啊，好，我试试。大妈，您看一看，好看吗？哦，我觉得这特别特别适合你，姑娘。你在这儿卖货就不怕被抓吗？第一次练摊吧？我可不是第一次，我是惯犯。
还在路上堵着呢。其他董事都到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这个总经理不提前到，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好吧，我知道了，我自己解决。老大，你干嘛去？这次由销售部和设计部各自推出的活动，可以说是十分成功。但是规矩毕竟是规矩，既然定下了，就要遵守。现在是公布结果的时候了。销售部的销售额为973万7960元，远超于设计部的563万7450元。规则是失败的一方要接受降职处分，可是助理之下应该没有什么岗位了吧？董事长，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就很遗憾了。董事长，我有一个问题。你说。您之前说的，是获利润最高的一方获胜，对吗？我有这样说过吗？确实有，保安部的监控里应该可以有所记录的。能有监控记录，那就最好了。好，那就看监控吧。我请财务部重新核算计入成本和销额，以变得出最终的利润率。保安部吗？我是林毅。你把上个月营销会议的监控录像拷贝一份，给我送到总裁会议室。王安东，去查查。好。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听。是利润，那我们就等王晚东的结果吧。现在重新宣布结果，销售部的成本是1100万，亏损126万2040元，设计部成本是95万，盈利是468万4450元，获胜的一方是设计部。现在我宣布，遗忘品牌从即日起自产自销。虽然班雅琪输了比赛，但还是要尽心尽力帮助遗忘成立自己的销售部。同时，自即日起，班雅琪降为销售部副总监，总监一职暂时空缺。这回你得意了吧？哎，老张，回头我找你去啊。那盘棋，咱还得接着下。我等着你。
就谢谢，恭喜你们，恭喜你们。看来你这下不用失业了。你真的答应林毅，让他成立遗忘销售部？遗忘可是块肥肉啊！公司的监控很多都坏，为什么偏偏会议室那个没坏？存了画面，我抵赖都不行，这次竟然被一个丫头给耍了。这小助理什么身份？设计部新招的助理设计师，好像是个海归。林毅的人，应该不是。哎，董事长，这个亚盛的人约着跟您见面，您见还是不见啊？我怕时间长了，人家对我们东城没兴趣了。见，当然要见。约一下张汉英，我们一起见。叫他。嗯。好。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啊！我跟你说，崔总监，不瞒你说，你们还没出那办公室呢，这消息就已经在公司大大小小群里早就传开了。哇！不过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就是林总刚跟我说了，设计部所有的员工这个月奖金翻倍。哇！这张照片应该可以发朋友圈了吧？能啊，这个时候不发什么时候发？赶紧发朋友圈！来来来，我们一起拍一张。一二三，茄子。立即着手组建咱们自己的销售部门，另外把以往所有的门店都给我收回来，店长一个不留，一个不留。对，全部提拔咱们自己的人。好。哎，给我查一下以往的库存，尽快把报告给我，尤其是初中系列。好嘞，老大，我都记下来了。老大，这个收回以往意义重大呀，您可以稍微的松口气了。你还别说啊。这个顾星岩啊，还真的有两下子。你觉得他怎么样？我觉得他长得不错，个儿挺高的，身材呢也还能说得过。严肃点儿。从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佩服他的，有勇有谋，就是缺乏点工作的历练。哎。上次我让你给我提了回那箱首饰，你给我搁哪？哦，哎，放那面了。赶紧给我拿来。你去忙销售和门店的事吧。好嘞，那我去了。我把瑞娜请到公司来，
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啊。公司的战略性决策，我能有什么思想负担？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设计在国际上获了大奖，东城的危局也不会这样迎刃而解。另外，你在街边卖的那堆珠宝，我都看过了，每一件都看了，的确是原装，不是伪劣产品。谢谢您的鉴定结论，您说的这个结果比我获得任何奖都重要。你是不是很崇拜唐婉莲啊？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设计的作品里有一种神秘，你唐老师很喜欢。我认为，唐婉蓉是全中国珠宝设计师的女神。郎才女貌，恭喜呀！恭喜什么嘛？怎么了，哥？今儿下班的时候，李卓然突然带着人来财务部查账。哦，是吗？工作做得够好的啊！你说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现在知道害怕了，啊？走吧，回家再说。哎，你确认那个程序都删除了，没留下任何痕迹？确认。这个世界上能发现这程序的人不超过5个。嗯，那就行，这就没问题了。哎，你刚才在庆功宴上跳了个舞，跟你跳舞那女孩是设计部的小顾，他们一起哄，我就跟着跳了一个。啊，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我是说没发现痕迹，我就放心了。大家听我说啊，听我说。首先呢，我们得感谢今天咱们东城设计部和 KTV 的首席赞助商林毅总经理。当然，我们今天还要感谢我们最盛名的领导鸿飞总监。接下来，我们要感谢就是刚刚拿了大奖的我们设计部的骄傲是谁啊？顾新言。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快来快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嗯，我们都是东城的一份子。嗯，我非常愿意为他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我相信你们也是。总之呢，最近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都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功劳，而我也只是尽了我的本职工作。谢谢大家。恭喜你成功复职。你不觉得他有点似曾相识吗？有吗？
喂，董事长，现在已经10点了，这么多账目，今天怕是查不完。要不，收工了，账目封存，今晚的交通费，公司报销。好，好，知道了，谢谢董事长，再见。哎，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大家辛苦了。董事长说了，今天的交通费报销。啊，回吧。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监。谢谢王总监。再见，王总。再见，再见。把今天所有的账目都封存好，好吧？好的，好的，好的。辛苦，辛苦。就是不一样啊！哎，都不许跟我抢啊！我来出题。哎，来个狠的！不允许他们玩。哎，不过反正不好玩了，真的。是。跟林总跳个舞吧，新年。跳舞！能不能换一个？我求求你们了！不行，不行。新一季的有事，黄老师没有。林总，我能邀请您跳支舞吗？不愿意散。跟人打赌了吧？大冒险。生日快乐！对不起啊，最近不能时常来看您。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我的一个设计在香港获得了大奖。虽然它不是我人生当中获得的第一个奖，但是对我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妈，您知道吗？他帮助东辰在危难的时刻挽回了股东还有员工们的信心，让东辰没有被出手。最近我有一个疑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我曾经一度认为林毅是那个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他间接害您坐了牢，还骗走了您的股份。可是最近，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他和我一样是真正为了东城好的那个人。只可惜他最近找了一个设计师，对我。现在除了我们两个，谁还会记得今天唐老师生日？而且知道老师喜欢绿色的几杆花。老师，我们今天来看您了。您的女儿目前还没有找到。我知道您不想让他卷入这场是非，但是东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您在天之灵，保佑我吧。
吃饭，马姐。哎，好，马上就好。哎，这个呀，吃饭了。好的。我先去吃饭啊。白希宁找的怎么样了？前两天呢，我有新联系一家私人侦探社，过两天呢，我就跟他碰个面。我今天跟丛飞去看唐老师，在他的墓前发现有人给他献花，献的那花都是唐老师生前喜欢的。我琢磨着，这白希宁不会已经回国了吧？ 万事 OK， 风过了无痕，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曾经的小小的程序了。怎么？嗯，你马上去给我找一家专业的财务公司。嗯，聘请三名业务精良的会计，业务一定要过硬啊，查账要准要稳。我这就办去。哎，等会儿，你把顾星岩给我叫来。好嘞。 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说说 Arena 的事，有国际知名设计师加入东城，这是好事。林夕如果能够借由他打入世界市场，我们都应该感到高兴，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工作上还是要尽心尽力。那当然，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您放心。孟姐，林总有事儿找顾星岩。哦，好，去吧。 进来，林总，您找我。哎，前段时间，灵犀和初中的财务手续都完备吧？哦，完备。哦。 但是呢，因为灵犀那个样品，它申请的比较急，所以就没有走流程。制作经费哪来的？从总监额外申请的。哦，对，我想起这件事了，要尽快把相关的收据和发票都收集齐全。好，我知道了。几天弄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我再催催那几个会计师吧。你要记住，有些账能查，有些账不能查。 进来。董事长，林毅带了几个人去了财务部，说要查账。查账？哎，林总，这是什么意思啊？董事长最近提出的查账工作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我来帮个忙。林总不去操心经营的事，反而带一帮人来参与财务部的工作，是不是有点事出无名啊？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是我分内的事，而且不仅仅是我，所有的董事都有查账的权利。那就有劳林总费心了。 大家要加快进度，无论查到什么，都如实向我汇报。好的，好的。销售部的账面有没有问题？董事长，你要阻止林毅这么查下去啊？他要这样查下去的话，一下午的事儿就能查到我们预算了。
你以为现在能拦得住吗？那怎么办呢？切断和销售部的联系，好在受销售部款子的账户是新的，他也查不到什么。你加紧全面账目的清查，尤其是林玉主抓的那几个部门，重点查设计部，他有所动作，就说明当中有蹊跷。 嗯，那我现在去办。小青，之前林夕打样的时候购买钻石的发票在不在你这儿？嗯，在，你拿给我一下，谢谢。都在这儿了，谢谢。你拿来干嘛呀？我要整理账目。哦，行吧。 修改了吗？您请。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阳光计划慈善公益拍卖会的现场，我们的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第一件拍品，是亚人集团董事长张玉新先生捐赠的青花瓷。首先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张玉新先生的慷慨捐赠。这件青花瓷，25万起拍，1万起跳，现在开始竞价，请亮牌。好，25万，26万，27万，还有人加价吗？ 好，27万一次，27万两次，27万3次，成交！祝贺我们这位先生拍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今天的第二件拍品呢，是著名的篆刻大师周北海先生捐赠的现代油画，起拍价呢是15万，同样的，1万起跳，现在开始竞价，请举牌。好，15万。 16万，18万，19万，19万，19万一次，50万，50万，50万，这位先生开价55万呢，55万，55万，后面那位先生开价55万，看来对我们的周北海先生的画作是非常的喜欢的，55万一次，55万两次。 60万，60万，60万，这位先生开价60万，把价格抬到了60万，6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谁加价吗？60万一次，60万两次，60万3次，成交！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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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这位先生。 拍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件拍品。好，曲曼小姐，请留步。曲曼小姐，林总，哎，导演，刚才那幅当代油画是我特地拍下来送给曲曼小姐，希望你能喜欢。谢谢你的好意，东西不是我拍的，我不要。东辰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心意，表示对你的感谢。 感谢我什么呀？东辰能有今天的成绩，你是有一份功劳的。高远，我今天的行程是你透露出去的吧？我真没有。这个你真的冤枉高总了。给东辰做代言是我的工作，贵公司给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哎，曲曼，实在不好意思，李总，话我代曲曼收下，谢谢林总的好意，我先走了啊，再联系。曲曼。 在乎的是你的态度，在那儿吧，是不是？哎哎哎！可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可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在哪儿啊？你在乎过你身边工作人员的感受？你在乎过人林总的感受？人
要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你怎么做演员？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开始来抨击我？吵起来了？什么情况？我不是要抨击你，我就是要告诉你，那些和你工作息息相关的人，尤其是那些金主，都要被你得罪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脑子里除了金主还有别的吗？人家林总就是比一般的金主更有成，人家不光砸了钱，还搭上了时间和精力，这么好的机会，这是多少艺人都梦寐以求的，你要懂得珍惜呀。又是名和利，是不是？你能不能拿出一点说服我的新花样来？在国内，多少人两代得不到的名和利我都有，我还需要那么多干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这些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的事业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需要继续往上再上一个台阶。只要过了这个坎，我们就都轻松了。到时候我们就公开恋情，好不好？真的，他们是真的要公开了。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有多少青春耗得起？这么多年，我没有恋情，没有婚讯，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怪物。再上一个台阶需要多少年？这万一上不去呢？我的时间都搭进去了，我都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了。我是个女人，我也可以不成那么大的野心。可是万一上不去的，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跟你在一起。妈妈，我不是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吗？啊！许曼，坏了，有狗仔。有狗仔，有狗仔，有狗仔，快快跟我走，跟我走，在那儿左边。是他们离开酒店的必经之路，我在这守着，你去那边看看。我快去，快去，快去！怎么样？怎么回事？行行行，不说这个了。这样，你们把你们的外套脱下来，跟我们换一下。啊，脱外套干嘛？转移目标，有狗仔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等一下，你把这个给我吧。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所以我才帮你脱身的。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啊，哎，那个谁，快！哎，哎，曲曼，别走！哎，别走！站住！你跑这边。对不起，快点换上。没事没事没事。
走开。今天这事儿要是曝光了，你的前途就毁了。曲曼，咱以后能不能不这么闹了？怕什么呀？我倒是不建议恋情被曝光，只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向媒体公布，像个男人那样。玉祥设计师派我们，顾心言，是你，高总要见你，走吧。高总，顾小姐。很抱歉，这么急把你请来。哎，快请坐。哪里哪里。高总，您找我来是？最初你去我们公司送设计稿时，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安排确实很紧，所以对你的设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天我想当面道个歉。道歉？不用的，不用的。那好，那我们就切入正题。谈谈你的海棠花。好。你做的海棠花我们看了，曲曼非常的喜欢。我的建议是你和曲曼签约，实现你们在事业上的双赢。您的意思是曲曼小姐选中了我的海棠花？对。那她真的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合作吗？非常愿意。只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说您说。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今天拍到的照片删掉。照片？拍卖会那天你帮助我们摆脱了狗仔，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样愿意帮助我们。这照片不是我拍的。顾小姐，我没有质疑你的人品，我也愿意相信你拍这些照片并没有恶意。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它们，一张都不留，更不能发给媒体。我没有。那个高总，我想要跟您解释一下。是的，您是在地下停车场看见我了，可是我当时是在打电话，我真的没有。不，顾小姐，你误会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去追究你当时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心理，我也不会把这些事告到你们公司去。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它们。可是我当然，如果媒体那边得到并曝光了这些照片，我想我就不会和顾小姐这么心平气和地聊天了。行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好自为之。高总，请您相信我，我真的没……哎，对了，顾小姐，我想你也非常愿意曲曼带上你做的海棠花吧。
餐都准备好了。好啊。你电话居然没被打爆。没有啊，我关机了。你自己看吧。我都说了吧，纸终究是包不住我的。香烟。大家都在看什么呀？你自己看了。哎呀，我觉得这几张照片不代表什么，万一是 PS 的呢，对不对？现在的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稍微亲密一点也没什么呀。那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娱乐记者那可都是猛料，你知道周一见周二见吗？找消息吧。哎，这新闻太劲爆了，这是。我的海棠花完了。哎，你们感觉感觉到最近我们的这工作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呀，我们未来在设计部的这个工作就会像这个毛肚一样，水深火热。小青，你这毛肚老了，再不吃就不能吃了。哦。哎，行。你说，现在你们俩这比赛到底谁赢？如果是 Arena 赢的话，他难道不是应该张灯结彩、耀武扬威才对？你看他现在对我们这仇视的态度。感觉像你赢了似的，这到底谁赢了呀？你们俩 ？I don't know，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昨天我去见了曲曼的经纪人，他跟我说曲曼选中的是我的设计，可是问题是我却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而且今天早上你们看到的那张绯闻照片，他怀疑是我偷拍然后捅给媒体的。你偷拍？你平时连自拍都很少啊，还偷拍呢？你没解释一下？我解释了，他不相信啊。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是你干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不是你干的，解释有什么用？那海棠花算什么？哪有心眼啊？这不像你的风格，平时没这么容易轻易放弃的。对啊。最近我觉得。无论说是曲曼的反馈我没有收到，还是说这场绯闻制造者的矛头都指向了我，我觉得我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是我看不见，而且又没有办法反抗。哎，还是画画图、吃吃火锅最开心。我们多吃一点吧。就是，既然都来了，就好好先吃饭。再说了，不管怎么着，我和小青以后都支持你。嗯，都支持你。哎呀，你们现在突然这么说我，我真的好感动啊！你们知道吗？你们两个对于我来说，就跟我那个海棠花一样，是我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特别美好的存在，真的。为了美好，干杯！干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高总？就那几张照片呗。曲曼的上眼价已经一落千丈了，大家躲我都跟躲瘟神一样。这还不是拜你们公司那小设计师所赐吗？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周一见，再有更精彩的照片出来，你想想。后果会什么样？你是说顾星岩啊？就是他。我和曲曼亲眼看着他拿手机对着我们拍照，哎，我就不明白，我们已经选了他的设计，他为什么还要跟踪我们拍照片发给媒体？
顾星言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我估计这里面有什么误会，而且他并不知道他的设计已经被你们选中了。啊？那我不管，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希望曲曼和阿瑞娜签约。我说我发给你的合同怎么那么久没回复？原来你还是希望曲曼跟阿瑞娜签。曲曼要走向国际，东辰也要走向国际，在这个关口上，阿瑞娜显然比顾星言更合适。你有办法搞定？从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来看，要想推翻媒体的说法，不是不可能。好，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你说。让那个顾星言彻底走人。为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啊。顾星言无非就是东辰的一个普通员工，无关大局啊。他必须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不走人，曲曼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和东辰续约，不管是哪个设计师。这不仅是曲曼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哎，这是谁？你怎么来了？小心！大家好，我叫李明康，也是东辰的员工。顾星言是我们的小组组长。我今天带来了一些东西，我相信是大家想看到的。照片不是他拍的，这段视频是我从那个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中调取出来的。像大家所看到的，我的同事顾星言从头到尾都没有偷拍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迟迟没有得到曲曼小姐的回应，星言才代表我们设计小组去找曲曼小姐。所以今天结论只有一个，顾星言没有合成照片，更没有偷拍。他今天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一切，是不希望东辰的名誉受损，所以顾星言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辞职。
喂，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什么？别装糊涂。为什么要拍摄和公布曲曼和高远的地下情，然后嫁祸给顾青燕？鸿门宴，这话怎么说啊？他想让我放弃这次竞争。什么？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这样一来，顾欣妍就可以彻底出局了，曲曼就可以僭越阿瑞达，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局吗？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林总，本来明早到公司我也是要来找你的，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什么？我见到高远了，他跟我说曲曼选择的是我的设计，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指向我是曝光曲曼还有高远地下情的人，我实在想象不出除了你之外谁还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让这两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发生。没有马上通知你，是我想激一激阿瑞呢，凭借他的资源帮助曲曼和东辰走上国际舞台。照片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虽然我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了？曲曼那边认定照片就是你拍的，并且指名道姓要你出面澄清。如果我不澄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许曼将会终止和东辰的一切合作，而且许曼现在的合约还没有到期，星浩甚至会因为你是东辰的员工，损害了许曼的声誉，而将东辰告上法庭。东辰有东辰的命运，东辰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东辰人自己的手里。你放心吧，不会有人强迫你，不要有压力。潇潇，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啊？你早就知道宋城不会出售股份，很早就跟他达成协议了吧？
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为了你东奔西走，忙这忙的。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对你来说，我就像一颗棋子，一颗随时都能被你抛掉的棋子，是不是？你说你要买宋晨的股份，我已经阻止过你了。可是你还自作主张的去见宋城，还让李卓然发现了。宋城是不可能卖他的股份的。小乔，这些年你在东晨所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拼搏得来的。我清楚你为我做的。等我忙完了东晨现在的事儿，我会补偿你。要不，你先休息一段，送你去国外散散心。我在乎过东晨的一切吗？我心里想要什么，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懂。后天，我们工作室将要进行第一次的内审会。这次的内审会究竟有多重要，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在会议上，我将阐述设计理念、风格还有元素。至于说市场风向还有大数据分析，都会由林总亲自负责。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阐述一下会议的内容。琉璃钻，作为十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独特珠宝产品，再加上近期复古元素的回归，大数据分析，各位前辈，这就是本季度由东晨集团、Evonne 品牌还有 DNZ 工作室联合推出的新产品——琉璃钻系列。大家都知道，琉璃钻这项工艺已经绝迹于市场十余年了。这一次，我们正式运用了东晨创始人唐婉蓉女士的独家专利工艺。消息呢？哎，你看，我说你不是帮我打听吗？这琉璃钻方案到底问没问你？你还没打听出来啊？仅限于公司范围好吗？这都是涉及到专业领域了，跟谁打听去？真没用，时间这么仓促，琉璃钻工艺难度又这么大，我看呢，凶多吉少。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啊？怎么就那么没信心呢你？我就是对咱们顾经理太有信心了，才在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我就主动要求过来。
这头一泡产品要是砸了锅，我以后想回遗忘都回不去了。芳芳啊，说了多少次了，做人呢立场要坚定一点嘛！你吃了这么多回亏了，还不长记性啊？珠宝的色彩无一雷同，细节精细奇巧，流线飘逸大气。从珠宝的四维要求来说，完成度极佳。这件珠宝的设计还体现了一种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珠宝的质地更像水一样天然纯净，清澈透明，清澈中又不乏流光溢彩，其中的光泽又透着泉水的阴柔与奔放。我拿珠宝呢跟水来比喻，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我边上的庄老师呢，是我们业界公认的资深的珠宝鉴定大师，我们还是要来听听庄老师的意见。这位庄先生是出了名的怪脾气，但是他是火眼金睛，而且观点独到，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常有异于常人的见解。顾经理，那就麻烦你给各位专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好，各位前辈，琉璃之美在于它似珠似玉，所以为了更加凸显琉璃钻的独特光彩呢，我们在设计方案上，琉璃钻的特质呢就是折射率高啊，特别是不同角度、薄厚以及不同色彩的光，通过折射可以呈现出立体的视觉效果。庄老师说的非常对。各位请看，我们这一次的设计为了更好地凸显琉璃钻的特性，凸显琉璃的灵动之美，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呢，我们并没有采用太亮或者太纯的琉璃钻，我们采用的是有层次而且光泽度不同的琉璃钻，为的就是展现最立体的视觉效果。谢谢大家。董事长，请原谅我的不请自来，我有话跟您说。董事长，您为什么把我调离 DNZ？ 为什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如果我哪儿做的不好，您可以直接跟我说的。不是你做的不好，而是你做的太好。这么长时间，你处心积虑地讨好我，可是到底替谁做事情，你心里最清楚。董事长，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误会？是否了解这个宋城？你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接触过他。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还有，你跟林毅见过好几次面，你们都到底聊些什么？有什么不能在公司里面聊呢？
董事长，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但我请您认真的回忆一下，我在您身边这么多年，我有做过任何损害您的事情吗？我更喜欢的是 DNZ 团队的设计。其实，我原本有些倾向于 DNZ 的清新的这种风格，但是，感谢模特这条项链，让我做出了重新的选择。除了优秀的设计，一个产品的坚固及细节，更考验功力。所以，我最终选择的是以梦团队。什么呀？这是设计新秀栽跟头，年度大赛低级失误，顾星妍马失前蹄。别说了。这项链怎么说断就断了呀？大家早上好。星妍，这一早上接了好多电话，都是解约的。喂，你好，电子工作室。铁拳传媒说要降低30%的合作费，不然就……林哲，最近的解约方案可能会有点多，辛苦你做好后续工作。放心。继续工作。进。董事长，刚才黄总、秦总都来电话了，问比赛的结果是怎么回事。问我怎么回事？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进。董事长，我是来向您解释的。你确实要给我一个解释，你先出去。比赛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一心想着要让那个项链呈现最完美的状态，没想到却忽略了最基本的问题。我向您道歉。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知道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承担责任？你承担得了吗？请您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我和 DNZ 的小伙伴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继续努力？你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吗？董事长，虽然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取得了优胜的成绩，所以最近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定制的单子都很多，
我相信随着业务量的累积，我一定可以弥补给公司还有给您个人造成的损失。请您相信 DNZ 工作室是有盈利能力的。一个设计师最大的价值不是设计出多优秀的作品，而是为公司创造收益的最大化。你在遗忘室还创造了不少收益，到了新的工作室却屡出状况，你要反思。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你好自为之。谢谢董事长。顾经理，这两天过得不太好吧？孟总监，正式回来了。没错，我正式回来了，还是沾了你的光呢。怎么样，有没有空一起喝杯咖啡？好啊，把我的东西拿到办公室去。还记得当时 Arena 在的时候欺负你的事儿吗？他让你帮他买咖啡。当然记得啊，我还记得你当时鼓励我，现在都记得。你看，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但你如今在东城的地位可是今非昔比啊。什么今非昔比啊？你难道忘了我刚刚才输入比赛呢？可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输掉的比赛。虽然你瞒得过董事长，可你瞒不过我。你说要是让他知道他一手培养的人才在背地里搞了这么多小动作，他会是什么心情啊？我怎么可能会在我职业生涯中这么重要的比赛搞什么小动作啊？你可以不承认，但事实是什么样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孟总监，不要再开玩笑了。当然，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输掉了自己唾手可得的胜利，我都很佩服你。孟总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但是你可以从销售部总监到停职查看，直到现在回到公关部总监，这其中的隐忍我真的很佩服。看来我们彼此惺惺相惜，那我们还是有合作的基础。顾欣妍，我今天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但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虽然我现在重回到公关部总监的身份，但想要回到我自己的路上还差一段路程，所以我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助力。你会为了个人的利益损害东城的利益吗？当然不会，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东城度过的，所以我对东城的感情不见得比谁浅。好，40 minutes, you will have to examine the quality of these 200 differently shaped
items. Now begin. Excuse me, sorry, I'm late. You will only have 20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exam. Why? Because I want you to reset your body clock so you won't be late again. Oh, I'm sorry. I know you can do it. Of course. Danica! Hi, Professor Willem. Danica. Yes. Amongst all the students in my class, you have the most potential. But you can't always use alternative materials. Jewels have soul. Alternative materials do not. I'm sorry. I won't do it next time. I know it isn't easy. I heard you're working several part-time jobs. But what's special about jewelry design is that using substitutes can never produce excellent works. Okay, I see. You're very good, but you can always be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William. Well, I'm sorry, I have to go now because I'm late for my job, I'm sorry. Okay. Have a nice day, bye. Go ahead, bye.又是意大利面，还是我们祖国的泡面好吃。不过你怎么了？跟我说说。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你都同时打三份工了，你还需要钱啊？你知道的，我同时在修两个专业，而且拉塞尔学院的珠宝设计专业又很费钱。而且我们合租的那个房子也要交房租了。啊，确实，拉塞尔珠宝专业只是有钱人才上得起的。不过我也刚交了房租，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嗯，我想想办法。哎，对了，我有张名片，你看看这个。我听说学生没钱了，都到这里借钱。Mike。Can I borrow some money from here? What do you do? I'm a student taking double degrees at Montreal University and La Salle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 need to see your documents. Sure. Here's my passport. And here's my school documents.Sorry, girl. I can't lend you any money. Why? You're studying GDL. How you can have no money if you're choosing this major? As you see, I'm adopted, so my step-parents, they're not gonna pay me any money for my school. If you don't help me, I will live on the street. So please, I really need some money. Borrow me. That's not my business.I will have a lot of money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pay all of the money back, I swear. If you don't help me, I don't have any choice. Please. Danica, you did a fine job. You're every bit as good as I thought you were. This work of yours is very exact.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William.
And also,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get my piece back that I made with substitute material. Of course, it belongs to you. Come with me. Awesome, thank you.Designed by yourself? Yeah, all of the stuff made and designed by myself, and you just can look around. Wow, that's so good. You? I think this one is so beautiful. Okay, I want you this. Oh, it's okay. Chinese? 你好，我叫林哲。Hey, the man, 顾星言입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原来是个思密达。哎，逗你玩的，我也是中国人，我叫顾星言。我就说你也是中国人吧，你经常在这儿摆摊啊？我可是惯犯。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什么诉求？就是你练摊图什么呀？也可以说是销售目标。哦嗨，短期目标呢是赚够一个汉堡钱，长期目标呢是攒够钱，跟同学一起去 Halifax 来顿龙虾大餐。我的诉求呢是可以赚够这学期的学费。看来我们的诉求都很清晰啊，那就祝我们都可以实现自己。What do you think? Fit me? Yes. Okay. But you can just have one and a 20, and you have to choose. 你每周都在这儿摆摊啊？这个地方可是我总结出来的风水宝地，人流量大，销量好，四通八达，方便淘。你以后要是想要练摊的话，你就跟着我，准没错。行啊你，哎，那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一块练摊的摊友了。好啊，摊友，一起练摊。
老大，嗯，英国那边来消息了，问人还找不找？要是找的话，咱们就该打款了。都找了一年了，连这个人在不在英国都确认不了，什么效率？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太难了。这白希宁到了英国之后啊，他那身份肯定是拿那英文写的。我们现在除了他有这个入境记录之外，别的什么线索都没有了。这个不是大海捞针的吗？那还找吗？找，换家公司继续找。这就是妈妈上班和工作的地方，喜欢吗？这就是让妈妈整天留在这里忙东忙西不管我的地方啊。哎呦，希宁抱怨妈妈不陪你了哈。妈妈向你保证啊，以后啊尽量早点回家陪你玩好不好？那我也表示我喜欢这里。董事长，这是你女儿啊？是啊。叫叔叔好，叔叔好。哎呀，这孩子真可爱。谢谢。好。谢谢。你好，你有什么事吗？哦，我是来面试的，我有预约。人力部在30层，请前台登记一下。你好。我是来面试的，嗯，请问您贵姓？我姓顾，顾星言。非常感谢你们可以答复我的求职信，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坐在这里。养父母带大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我的养父母收养了，虽然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但是他们待我亲如一家。看得出来，他们把你照顾得很好。加拿大拉塞尔学院。艺术设计学士，蒙特利尔大学 MBA， 还差点进了戴尔普斯。是的，但是没有最终入职。这些都是真的吗？全部都是真实的。那么你有没有见过鼎鼎大名的大设计师 Arena？ I'd like to hear your critique on this piece. Sure. And please don't hold back. 这么说，你是把国外的生活都处理妥当了，下定决心回国发展了。没错。关于你的个人背景，就先聊这么多。下面我要问你几个关于专业的问题。好。叶总，我们跟猎头公司杨总约定的时间到了。哟，都这个点儿了，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呀？那我们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儿吧。可是我的专业问题您还没有问我呢。这些资料上应该都有吧？设计师不是很注重理念还有实操能力的吗？这是我的一些设计样品，您看看吧。我再跟你确认一次，我们这次招的是助理设计师，和设计师是两码事儿。是，但是助理设计师不是……那面试的结果呢？等通知。问候夜深，车流问候赶路的人，紧闭的门问候陌生，爱情问候冰冷，要勇敢相
against the light. Take a breath against the light. 逆着光的方向，迷雾渐渐散去的清亮，逆着光。来，来段威虎山听听。啊。我临海，跨雪原。啊啊啊！地震呀！全部都是古品啦！来啊，看一看啦，看一看啦！这里有好多新的视频，绝对都是我。地摊的，看看，像卖假手似的吧？纯手工打造，绝对原创。哎，这个就特别好看，你试试看。啊，好，我试试。大妈，您看一看，好看吗？哦，我觉得这特别特别适合你，姑娘。你在这儿卖货就不怕被抓吗？第一次练摊吧？我可不是第一次。还在路上堵着呢，其他同事都到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这个总经理不提前到，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好吧，我知道了，我自己解决。哎，老大，你干嘛去？